5月13日晚，谢娜微博更新和鲍春来对打羽毛球的短视频一则，她附文解释道，请鲍春来做羽毛球教练，还被教练指出不要打理所当然的球，教练完全没过瘾，谢娜已经十分疲惫，娜姐不忘立下誓言，我努力，总有一天让教练满场跑。视频内容正如谢娜所说，鲍春来轻巧地接球回打，但谢娜却疲于应付，可是面对羽毛球冠军，谢娜还是展现出不服输的气质。她写道，谢谢我的羽毛球教练鲍教练，每次耐心的指导，一直提醒我不要打理所当然的球，他不怎么移动就可以接到我的球，我打一下午热得不得了，他站的都有点冷，我努力，总有一天让教练满场跑。粉丝们则表示支持娜姐，谢娜你真的好棒哦。好的，那等你让教练满场跑的那一天，加油。也有粉丝表示，娜姐资源真不差，每个运动教练都是冠军级，好厉害。乒乓球教练张继科，羽毛球教练鲍春来，